人家都说女人要像猫咪一样温柔，你看我像不像你小猫咪？像。那你喂你小猫咪吃个樱桃呗，行不行？我不喂。哎呀，你喂一个，喂一个。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喂喂？不得，我就让你喂。我不喂。来，我喂。嗯。啥？来，你吃。快点洗啊！洗不完今天晚上你俩不用吃饭了。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俩聊天有在一个频道上过吗？那你在哪个频道上？我调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多说无益啊！快点洗吧。那你干啥去啊？我当然去休息啊！你见过谁家猫会洗衣服呀？啊，你。你帮我问问他，谁家猫130多斤？